师好，我身上穿的是去年热销十万件的 10.4 ounce 厚棒圆领短 T。市面上呢有一些材质比较不好的素 T， 穿久了可能会有松垮、没有精神的问题。那这一件呢，它是 10.4 ounce 高棒素棉料制作而成的一件素 T， 所以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哦。因为它是100%的精梳棉制成的，所以穿起来非常的厚实、硬挺，非常的有质感。其实排汗的效果非常的好，夏天再热都穿得住哦。而且呢，它是落肩的宽松版型，男生女生都很适合哦。不管你是单穿或者是内搭都很 OK 哦。那它有8个颜色，4个尺寸。我身上穿的是 M 号的，我身高是165公分，体重44公斤。今年有推出2个新色哦，非常推荐给大家。